Attention, all proud warriors. Have you ever considered joining Time Patrol? As a Time Patroller, you'll prevent history from being changed. Our duty is to protect everyone's memories and help return history to the way it should be. But we need your help. The only requirements are confidence in your capabilities, and of course, a strong desire to protect history. We've got a school for honing your skills and a fully equipped item shop. How about it? Why not use your strength to help out a great cause? We're always on the lookout for powerful warriors. Okay then. Listen carefully. To maintain safety here, in Canton City, home to the Time Patrol, there are a few rules you must keep. First, firing a Kamehameha within city limits is prohibited. Time Patrollers wishing to fly when not on duty are required to obtain a flying license. Please help keep Canton City safe by obeying its traffic laws. Lastly, any alteration of history is a grave offense. Our missions come with the risk of changing history. So you must exercise the utmost caution. Avoid making changes to history like Trunks did. Keeping these things in mind, please carry out your missions safely. For the sake of the world and its history, we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each of you to the Time Patrol!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涵啊。那么《龙珠超宇宙二》也是正式发售了啊，正好啊，我们来玩一下，体验一下啊。这个坑先不开，因为现在的话，这个汉化没有一个完整的汉化嘛，现在汉化进度比较慢啊，只是菜单一些剧情汉化啊。等到它完整汉化出了，我们就会啊继续《龙珠超宇宙一》的啊这个坑填完之后啊，《龙珠超宇宙一》的坑我们是填完了，那么就开《超宇宙二》的坑吧。啊，我们先进入游戏。啊，因为我们玩过一代的话，这个超宇宙二的话，应该熟悉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啊，不过之前好像是用手柄玩的。哦，そうだわ。そろそろ例の特殊任務の新人さん、誰にするか決めないと。どんな子がいいかしら。如果你反复的从任何任务中断开连接，会受到以下惩罚：受到惩罚后，你的角色名称。配置文件会在等候时显示红色，想要消除惩罚就必须不断的完成任务，任意任务的线上任务对啊，这对无尽战役不适用。好，我们要创建一个新角色啊，这个好像跟那个之前是一样的，地球人、赛尔人、纳美克星人、弗利萨组。这次我们试完的时候玩了一下赛尔人嘛，外表中文不知道能不能打，我们先然后退回，然后确认 OK。 我喜欢近身战斗，全程到肉，我喜欢拉开距离，从远距离轰炸近远，近远兼备。真的没用过这个赛亚人啊。啊，有观众肯定会问啊，莫涵你为什么不用红头发了啊？因为我现在的这个人物角色不是红头发。有这什么情况？啊，那个卷轴又被那个了呀。卷轴又出问题了。
なぜ俺たちを攻撃するんだ。伝説のスーパーサイヤ人とやらが現れたりすると不愉快ですからね。復讐の続きを始めましょうか。これで全てが変わる。綺麗な花火が上がりますよ。何か、わお、时间卷轴，哎，时间卷轴又出问题了。这，好吧，这个被时间修改了还是什么？好吧，又是他们。之前的话打到后面也是没有看到结果过。这个剧情看得有点迷，可能要到后期一些剧情一路打过去才能了解。因为龙一件報告あり、状況把握、引き続き調査されたし。ちょっと待て。なんですかいきなり。例の超重要任務、お前に決まったぞ。さっさと戻ってこい。好，应该是新手训练吗？应该可以跳过新手训练，因为我们之前玩过这个游戏，前作玩过了，所以说新手训练我感觉一般般了，不用去刻意去玩这个教程。不过可能教程跳不过去。当时是用手柄玩的，现在有公元852年，当时用手柄玩的，现在用键鼠玩的话，不知道怎么样。新的一个场地了吗？感觉还差不多啊，跟之前那个地方，跟一代的那个大厅好像差不多，在线大厅。就赛亚人记录太多了，有点丑。好，任务条件失败条啊，这个确认，开始吧。终于进去了。怎么没音乐了？这音效有点醉。这配音有点贱，哎，都忘记怎么玩了。按 Shift。好，这个之前超宇宙一号玩的还是挺熟的，因为是用手柄玩的嘛。这换成这个键盘了，完全不熟，完全不熟悉。啊，这下降。按 Shift， 然后让我移动，对吗？
哎呀！啊，这个快速移动。啊！跳一下，还是可以蓄力跳的。为什么攻击键是往前冲呢？攻击键为什么是往，哦，栽培人。哦，这个键也是近身攻击。哦，现在是不是跟攻击连招套路不一样？好的，我们已经换上手柄了，这个但是这方向键这跟随之后我就看不能调镜头了呢。啊，跟随之后啊，这个锁定之后就不能调镜头了。它让我在啊，根据这个边上的指令啊，去输入一个特定的攻击方式。哎，怎么少了一招呢？哦，好了，少了一招前面。好，然后是 YYY 对吧？哎，他这个一开始没连上。好的，又完成一个指令。然后是叉叉叉 Y。这还是招数套路啊，哟，好像少打一下。哎，怎么不对呢？哎呀，没有，这个有毒啊，没打到。又不算、啊。这下下给中了吧？啊，这坑爹！还是换上手柄舒服、啊。键盘玩这个游戏真是没法玩。嗯？还有什么？哦哦，换。啊，终于可以放那个了。这磨不掉血啊，那剧情需求。哇、哦！我打放了个大招，可以蓄力了。X 加 Y，X 或者 Y。我没有大招，我只能放这种气功。啊，不是气功，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来着，弹了，气功弹应该可以蓄力放气功弹。这不是贝吉塔的那个技能吗？好，弄完成。跑好快啊，这电脑。不让我接近啊！X 加 A， 我这个角度有点难按。啊，这是那个吗？啊，破防。这是要干嘛来着？这个是啥意思呢？这我没法完成。我按 A 好像没啥用啊。上升，按 A 是上升，下降来着。
三 A 完全感觉没啥用。用不上他。啊，还是是让我打他们的还是什么呢？有点迷。用 A 这个技能去击破吗？这个不是应该哦，直接秒啊！哇、哦，这么厉害！哦，真的，这个操作好像有点不一样了，跟第一步改了一些。Y 键是重攻击破防。哎，完全没打到，这个距离还打不到呢。L 比加 B。LB 是哪个？我去，让我看看我的按键，不是这个呀，是这个呀，这个也不能放技能，也不是这个呀，那我按的是 LB 呀，哦，这个啊、哦，好吧，我懂了，这个是投掷攻击。有敌人乱入吗？嗯，先连掉他一个的。哇，这个气功呢比一代强多了。防御啊，他让我防御啊。哇，这么多啊。哎呦我天。哇。掉水，闪了那么多下呢，这两个一起加 A， 这什么技能、啊、这两个，哦，好吧，大招，啊，两个技能，一个是大招，一个是小的气功波。我真的都忘记怎么玩了这游戏。这有个自取器的模式。哇，蓝灾品。流星粉碎，这什么鬼？哇，这流星粉碎可以打那么久啊！哦，无限能量，我说无限能量的，帕拉拉之舞，什么鬼？这技能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哇，特效做的不错。哦，打不动你。
帕拉拉斯舞，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空中跳广场舞？还有一个，我没事跳舞，什么鬼？哎，这很有按错键，很有按错键，再给他一拳，让你跳舞。哎，按错了，又按错了。哎，怎么总打不到他？Q 十二个，哇！直接顶我前面，啊！终于完成了，哦。我们又在试玩里面体验了一下这个打斗，好像还是挺激烈的，虽然画面还不怎么样啊，画面还是老样子，没怎么改进。哦，新敌人乱入，来。在哪来的？能量胶囊。これでバッチリね。さあ、あなたの力を見せてやりなさい。警告。哦，好吧，你长得不怎么样。哎，我没看到啊，人呢？啊，在这里。过来人。跳舞啊！有毒。打脸，又按错技能了。哎，怎么他们这个锁定角度有点问题啊？哦，哎呀，这个被打了，被打了，被打了！哎呦天，这个明明锁定了，有时候一下子镜头又不对。下降我又忘记了，往下降，往下降，哎，终结技，大招中也没终结技啊，任务突破，下一个，好的，啊，等级提升了，哇，这个。挑战是什么情况？不是主线吗？就随便选一个关卡就可以直接玩了。Easy， 哦，好吧，这打人。いつでも準備 OK って感じだな。よし、始めようぜ。哦，那玩家 BX 加，我都是乱打的那个。お前、本当に強くなりたいんだな。俺がまず実演するからさ。お前は後からやってみるんだ。え？哎呦我去，什么鬼？他不让我动的了。
让我防御吗？どうだ？できそうか？哦，这是他的力气吗？能把他打飞啊！好像不是两玩家比啊，啊，玩家比啊，这个。这个玩意儿，这训练挑战啊！训练挑战，玩家比加一啊，教我技能啊，玩家比，然后踢飞之后，然后按 A 跟上的。还挺简单的啊，就是一个指令挑战，真是。他演示给我看一下。哎，没出道。哎，又没出道，故意的吧你？真是的。本当驚かされるぜ。どんどん上達していくんだからな。嗯，还要教什么呢？结束了，这就结束了，好吧。啊，那我们不想体验剧情，到时候剧透了，感觉对吧？等他完整汉化之后再去玩，没有完整汉化玩起来有点看不懂剧情，只能看看这个样子，有点像在日本看这个动画片不带字幕的感觉。好了，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了，这个不是这集了，这个我们这次试完就先到这里了啊。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下订阅啊。我们等到正式完成汉化出来之后再开坑了，下次再见，拜拜。